哪里呀、啊？天哪，天哪，一点钱的已经绑我。你收着，哎呀，你说六点的，公，六点，六点咬了，四点，公，哎呀，七点，都咬了，四千，1500，哎呀，这个钱好赚啊，肯定是好赚的，8000，下那么多啊，趁你病要你命。懂不懂？我才没有病呢，我跟你们说。我只要钱，我不要病。我以为来抓赌的。人家是路过的。公，三点，没有了。八点。八点。七点。全都有了。行了。1000。多少？8000。8000。1000了。1000了。怎么了？1000了。不是，是1000的，不是2000的，还那么多。给多你可以还回来给我的吗？我还老实的吗？谢谢啊。公，提的公，哎呀，又赢了。哎呀，这就又赔钱了。10点。8点赔钱了，三公赔什么钱呢？三公还赔钱啊？那你赔给我，赔呀，赔呀！我这三公，我凭什么要赔钱给你？是不是？我那么衰的，不搞那么大了。看啊，有输有赢很正常的嘛。蓝线，攻，平刀，来个平刀。哎呀，5点，8点，5点都有了。有个屁呀、啊，三攻。又三攻啊？没有用的哦。我8点就输了。通杀，这不能赖我的，跟你说啊，这是个人运气问题。怎么不赖你了？赖你赢了，怎么不赖？我赢你赖我干嘛了？是不是？是你自己运气问题了。站住了啊，这把赢了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，知道吗？攻9点，我看他有没有双攻八，双攻八，我这个8点比你的大。哎呀，怎么那么倒霉？九点有多少？这个杀了1500，哎呀，今天的运气这么好啊！老板，借一点钱，兄弟。借钱？是啊。我没听错吧？没钱啦。你有钱还我吗？啊。有的。那你转过来啊。哎，这有的话怎么转？转过来，我拿现金跟你换。没有啊。没有，你还玩什么玩？你借一点给我啊。赌场上不借钱的，你不明白这个规矩吗？啊？这个明天还给你。明天，等一下你赢钱坐高铁跑路了怎么办啊？不会跑的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咩？还玩不玩？还玩不玩？就借一点啊。借多一点，他反正他说明天。我给2分利息给你，行了吧？8分息。这么高利息啊？8分息也敢借啊？哎呀，等下赢了还给他就行了。你说的啊，跟你计较那么多，站住。那15000啊，再加多5000，20000够了吧？够了，嘿，20000，100多呀！你叫你别哭呀、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打火机，加了10000，不能加火机，哎、嘿嘿，7点，平头，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2点呢、啊？3公。又3公，通杀！怎么那么旺的呢？8分利息啊，记住啊！
我都说今天小江我去拜过神了、啊。那缺一点呢、啊？这是借着两万够我。你还得起吗？还得起，我明天卖牛。卖牛啊？是啊。借他两万，对。两万就两万，老师，我钱多、哦。改天叫我去，不是人多一点了，要不改天。不改叫我去，我们这里看现金的。等我忘记来了。神经病，点我会忘起来吗？我这把九点就不信了，九点。九点有了。九点。啊，八点了。三公。我这八点没你了大，这两家有一千，一千，两千，两千。哎呀，不玩了，没钱了。你先别走啊、哦！哎，不玩了、啊，你欠我那么多钱，八分利息啊！过几天给你。不行，过几天不行，我跟你说啊，赶紧的，要么你现在还。我现在没有啊，怎么改？我不管，手机有你就转出来。你们不玩了，你还玩不玩？还玩不玩了？我肯定玩，要的还钱先啊！没有了，手机也没有了。没有是吧？没有，我还有另一种方法。那是你的，不玩。喂喂喂，不玩不玩。把手给我。干嘛？拿手来。拿手给你干嘛？你拿来。哪里来的？他欠你一点钱，你就还我。你不还钱，我不还你吧。干我！哎呀！那我来这里干嘛？闭嘴！喂，老板，喂，老板，在不在家？嘿呀，梁总，嘿呀，给你介绍个客人了、啊，他在我厂子上借我钱，他还不起呀、啊。嗨，又有客人了？是啊。中国佬，嘿呀，看来可以啊。还是按以前的价格哦。没问题。不过你干嘛啦？你要把他身份证还有手机押住，不要给他跑啊。还是按老规矩，你付货你放心啊。一小交钱，一小交货，就一个啊，就一个。那以后还要多一点，我这里，那你现在正有缺人啊？嘿，来干干什么？挖煤呀、啊！你还不起我钱，你就要去挖煤啊！这人我就交给你啊。我挖不了煤啊，我那么瘦小，怎么挖？你这种上班就刚刚好，我跟你说啊。就是啦，人我就交给你，你不要给他跑了啊。这个你放心啊。啊，那我先走了。走吧，跟我去煤厂那边。哎。